男人明明坐拥百亿身家，却非要冒险带着500万假钞来到赌场。Hello, sir. €5 million in chips, please. 毫不知情的赌场老板本以为来了一条送钱的大鱼，可没想到接下来他就傻眼了。汉克带着刚换来的筹码来到倍率最高的轮盘赌桌面前，随着荷官将小球丢入盘中，所有玩家都纷纷开始下注零星几个的筹码，而汉克在心中默念一句财源滚滚后，竟将500万的筹码全部梭哈在21号上。5 million on 21? Yes, that's right. 飞速转动的小球将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，尽管能够中奖的几率微乎其微，但所有人还是为汉克的胆识所屏住了呼吸，就连躲在监控背后的老板也不禁直冒冷汗。然而令人震惊的是，汉克竟真的中得了头等大奖，500万秒变1亿8千万美刀。他今天似乎有着幸运女神的庇护，此时只要点点小爱心并在评论区留下财源滚滚，他的好运必将降临在你的身上，同时保佑大家家庭美满幸福安康，即日起行大运发大财。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